串流器调音法，除了之前这个影片，见资讯栏或说明栏。还有小方法，就是网络输入端与 USB 输出端。加入隔离器，是确实有效的方法。其中，网络隔离器。经研究，网络隔离器其实内部就是隔离变压器。市面上有现成的内含变压器的 RJ45 连接座，似乎很容易 DIY， 但是查一下 Raspberry Pi 4线路，它的 RJ45 就是含变压器的座。那么再加一个隔离器有作用吗？反正不难 DIY， 就试试看吧。内含变压器的 RJ45 座，一段含接头的网路线，对接起来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使用了。不过还是用 3D 印个外壳吧。网络隔离器完成了。还有 USB 隔离器，这个里面有电子电路，需要设计 PCB， 还是用买的吧。这两个隔离器，隔离讯号与接地杂讯，使用后确实有正面的影响，主要是背景噪音降低了，表现出声音的线条更清晰，音像更浮凸，如同画面黑阶越黑，影像就越能呈现立体感。大家不妨试试看。